有个叫 rejesh 的网友啊、嗯，他发了个推，就是他说从长线来讲，比特币是逃离 inflation 的办法。很多人呢还不知道比特币如何工作，他下面有一大串的解释啊、嗯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分享有一个网友的问题，一个网友叫。 啊、uh,，Punk 八二八他说，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。如果全球断网了，会发生什么？比特币还能交易和验证吗？如果 Internet 彻底消失了呢？然后 Reject 回复他说，我相信有人在开发允许比特币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使用的技术。但问题是，Internet 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如果没有 Internet 了，我们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担心。然后 Punk 八二八又回复说。 是的，我认为如果比特币想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货币的选项，首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需要联网才能交易，其实这和啊、呃、去中心化相抵触。然后 r e j e d 又回复说，别忘了，我们大部分的钱都是电子的，这个问题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大。如果没有网络了，我们也没法使用美元了，因为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美元都是电子的。然后胖哥八二八又回复说，你说的有道理。 但是那是另一个话题。如果没有 Internet 了，你仍然可以用现金去超市买东西。然后后面 b a k e m a x 回复这个胖克巴巴说：如果没有 Internet 的话，你很快就花光现金了，然后你也取不了现金了，因为银行需要联网查看你的账户才能给你现金啊。 我想借这个推跟大家讨论一个普遍的问题，就是如果全球核大战了，全球停电了、断网了，比特币还能用吗？我们华人很喜欢的 YouTuber Stone G 在他的节目里也提过，他就说，如果全球核大战了，全球啊、呃、没有电了，然后全球没有网了，比特币就不能用了。所以他觉得黄金还是比比特币好，因为即使全球核大战了，你仍然拥有实物的黄金，这是他的理由。那我想。 通过今天的讨论，启发你思考吧，不见得能说服你，但是希望你能够更深入的思考。 首先，我觉得，啊、呃，这个 r e j e c t 说的很对。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石器时代大大不一样了。如果真的回到了石器时代，我估计你可能也活不下来。当然，有一部分人可能能活下来，但是可能和你也没啥关系。我我这里当然不是单单是指你，我只是说这个道理。我只是说，如果真的回到了石器时代，可能大部分人根本就活不下来。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推，如果全球断网了，你说你可以用。 开始去超市买东西，真的吗？我想你可能也不用去超市，因为你去了可能也没东西给你买。我想肯定有人比你去得早，因为肯定有人住的比你离超市还要近。即使你住的离超市也近，你也去了超市，你带着现金去了，可能也没有用，因为别人。 不用付钱也可以拿东西，更别你就别说全球断网断电了，对吧？即使是现在都有那么多人就拎着包去超市拿东西了，也不用付钱，对不对？你敢吗？你敢这样做吗？人家那些人即使在现在都可以不用付钱去超市拿东西，何况全球断电了、断网了呢？所以说，等你去的时候，可能超市也没有东西给你给你买了。我们再退一步说。 即使那个超市还有东西给你买，你有 cash 付钱，超市有人可以收吗？超市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可以收 cash 吗？好像也没有吧。我们再退一步说，超市有办法补货吗？如果全球断网了，超市能货吗？我们就说现在的卡车司机。 他没有网了，他能他还有法开卡车吗？他不需要 GPS 吗？现在谁还用纸质的地图呢？是不是？当然，这说的可能有点极端，我只是说这个道理啊。如果你可以钻牛角尖的话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呢？对不对？那这个 Bitcoin Maxi 说的也对，你即使用 Cash 去超市买东西，那你 Cash 也很快花光了呀。你怎么取 Cash 呢？银行它需要 Internet 才能看你的账户呀，它才能给你 Cash 呀。我想还有。 啊、呃，类似的问题启发你思考吧。比如说，你说汽车普及之前，人们会不会问？假如说我刚好开车开到了山区，没油了怎么办？有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？那车撞车会死人，那有没有人担心车太危险呢？会不会说还是马车好？那你说电普及之前呢？那有没有人问电那么危险，人都被电死了还怎么用电呢？有没有人问这样的问题？那即使现在电不会电死人吗？为什么人还用电呢？电不危险吗？那火呢？在有火之前呢？那现在火危险？ 是不是每年，即使到现在都有火灾，为什么还用火呢？ 这里顺便分享 Blockware 的一个推，就是他说不要拒绝科技的进步，应该拥抱它。比如说这里他列举了啊、呃、汽车、飞机啊、呃、是对交通方式的改革，取代了马车。比如说现在的 iPad、手机取代了以前的固定电话，还有房子越盖越高级。那他下面也提到 Money 就是钱，比如说从黄金过渡到纸币，那接下来的比特币是不是对？ 钱的革新呢？这里又有个问题，那我们能不能对钱？ 进行革新呢？我想你的答案可能是不能，但是我想这个标准答案应该是政府说不能，或者说政府不允许，所以不能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那到底什么是钱？为什么只有政府印的绿色的纸或者红色的纸是钱呢？为什么科技革命不能对钱进行革新呢？当然，政府不允许，因为政府想垄断货币的发行权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科技的进步绕开了政府呢？换句话， 话说，政府不能够控制这种新的钱，或者说新的技术呢？ OK，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思考吧。那么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，我想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这种极端的假设而停下来。其实做这种假设，或者说被这种假设绊住脚的人呢，其实在他的潜意识里，他也知道这种假设太极端了，根本就没有意义。但是我想他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，真正对他有影响的其实是他的邻居，根本就不是这种极端的假设。这种极端的假设他也知道没有意义。那我这里说对他有影响的。 其实是他的邻居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。你有没有听说过那谁谁谁每年买一套房子，或者说那谁谁谁人家囤了五六套房子了，或者说人家已经买了十几套房子了？你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？ 故事就是在你们 local 对吧，在你们附近，可能离你家就几十迈、几十公里。你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故事？那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当然这是真实呃真人真事儿对吧？就是你们当地的真人真事儿。那你听到的时候，你第一反应是这个房子经不住火，万一他他他买的房子都被火烧了，他就亏死了。你的第一反应会是这个吗？还是你也有一种羡慕，甚至是有一点点小嫉妒？会不会？这就是羊群效应。 那又话又说回来，你会是别人口中的那个谁谁谁吗？还是你会是跟风那个谁谁谁的人呢？这取决于你是否比别人早点花时间做研究。既然提到了房子，那就。 啊，顺便再说一下，我认为 sound money 会让房子的金融属性消失，回归房子本来的面目，就是消费品，和车子、游艇一样，都是消费品。当然，房子受到 location 和教育资源的影响，但是呢，房子最主要的本质就是居住。它居住呢，它就是一个消费品。当然，现在你听到的，就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，就是、啊、你们附近的真人真事一样，总是说谁谁谁囤了多少房子，或者谁谁谁已经买了。 多少套房子了？是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钱太弱了，太 weak，所以人们把房子当做钱。Sound money 之所以 sound，就是相对于持有 sound money 来说，你持有别的东西都会亏，因为 sound money 就是最硬的那种资产。所以说，现在由于我们使用的钱太 weak 了，房子具有相当一大部分的金融属性，因为人们买房子可以说是毫无畏惧，因为你觉得只要你 hold 的时间。 足够长，你总能赚钱，这也很好理解，这也是事实。原因就是 money supply 每年都在增长，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钱呢一直在贬值，我们的日用品相对于我们的用的钱来说都是更硬的资产，更别说房子了。 对吧？房子那就是更硬的资产，所以房子就更会升值。相对于我们现在用的钱来说，房子就会更升值。但是这种情况会在 sound money 时代彻底改变，因为 sound money 比房子是更硬的资产。说房子是消费品，是因为尤其是在美国。 如果你拥有房子的话，你不但要维护，你要买房屋保险，你每年还要交房产税。比如说屋顶，大概十几年或者二十年就要换一次，可能十几、二十年以后，你里面也需要。 重新翻新，尤其是在卖房子之前，很多东西都需要翻新。所以说，房子呢，它需要你很多的投入，它其实就像消费品一样，你要不断的投入，不断的花钱在它身上。那为什么说 sound money 比房子更硬呢？就说比特币，我认为比特币就是 sound money。那房子呢，肯定是越盖越多。房子的 s t a r t to flow 大概是在。 一百一左右，一百或者一百一左右，而比特币的 start to flow 呢是趋向于正无穷的，所以说比特币是比房子更硬的资产。 这里顺便再分享 Jeff Ross 的一个推，他说有三个不是很流行的观点。他说华尔街呢需要比特币，而且呢比他们意识到的还要需要比特币，意思就是说华尔街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多么需要比特币。第二个，比特币呢其实不需要华尔街。第三个，他说比特币是结束华尔街的开始，至少是结束他们现在的方式。后面 b a k e Maxi 他回复说，华尔街的存在是因为在 Wake Money。 时代就是我们现在的用的钱的时代，每个人都被迫去投资或者说投机。在 sound money 时代呢，我们就不再需要投机了，因为。 Sound money 是最硬的资产，某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是需要的，但是再也不需要投机了。其实和我刚才分享的观点很类似，就是说，一旦我们从 Weak money 转变到了 Sound money，你现在所有的投资方式都会改变，因为任何投资都不如你直接 Hold Sound money 更划算，因为 Sound money 才是最硬的资产，你投资的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你的 Money 硬，所以在 在 Sound <noise> <noise> Money 时代呢，整个经济社会会彻底的脱虚向实，就是从虚拟经济彻底的转向实体经济。